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30集。接下来大家做铁工厂的这一款最后的先知啊，这个戈壁版权的关系呢，他们将这个致敬到变形金刚太师傅的这个机器人的形象呢，取了这么样一个名字啊。最开始呢是一个柔弱老头的一个 G1 的形象，但是这几年以来啊，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从 Titans Return 之后啊。太师傅就逐渐变成了一个似乎是一个肌肉型的近战巫师啊，就一个有披风、有权杖的一个感觉，当然白色的胡子也是有的。那么这一款玩具呢，在推出之前的话呢，我们从一些网络上看到的图片啊，几乎呢99%呢，可以断定了它跟这个虚空军团的这个人物的话呢，可以说是小小的改模，基本上只有改了。说改也是改了不少了，头部、肩部，还有一些小细节的部分呢，有做一些小小的修改。严格来说啊，如果你单纯只看载具的形态的话呢，之前的这款虚空军团的话呢，可能还比较像个太空船啊。这个最后先知啊，这一位可以说是，OK，你说太空船就连翅膀都不知道哪里啊？虽然说太空中也不太需要翅膀或什么的。但总而言之呢，它就是硬是把你做成它是一个可以变形的一个形状啊，一体性算很好啊，所有包覆起来的话是没有什么关节，哦，就松动的啊。然后它的身上的这些配件呢，是只有一把权杖，其他就是替换手啦。这些的话呢，跟这个机器人的话呢，也跟这个载具呢是没有办法做一个互动的。然后头啊，就这么赤裸裸的露在这里啊。唯一的缺呃，唯一的呃。我要讲唯一的缺点嘛，应该说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变形之后结构算是很完整，整个包覆得很 OK。但是以一个载具的形态的话呢，这个是不免会让人家吐槽的啊。我记得先前我有做过变形成这个飞船啊，还有这个像是航母型的一个太师傅啊，但是像这种是一个比较小型飞行器的，这可能是第一个。那如果你真的只是要单纯看载具的话呢，先前的虚空军团的话呢，应该还是比较优秀的。那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这一款最后先知的一个变形过程啊，从这里飞机的形态，从这个地方把它给往上挑起来，这个地方卡扣。那因为如果你要完全变得很到位的话呢，其实会扎得非常的深入啊，大家抠的时候就注意一下。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是它唯一跟虚空军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一块部件跟这里要卡住啊。虚空军团的话呢，是这一块部件呢是直接跟这几个翅膀是全部连接在一起的啊。以结构来说的话呢，是就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点不太一样。然后整个的一个身体的话，是上下先做个简单的分开，分开之后的话呢，把这个头呢给往前面推，推出去之后呢，将这个头部啊这个地方，头部的话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转过来之后。因为它的一个胡子的话呢，比虚空军团的那个胡子还要再更大一点，那干涉的一个程度呢就更加的多，所以我们在变的时候呢，就是需要把这个头啊稍微的往后仰一下，然后两手臂啊是完全没有任何参与变形的，就直接包在飞机里头，唯独就是这个拳头呢，你转的方向要稍微转动一下，然后呢，它的一个背部啊这个地方这个黑色部件其实是一个双动关节，我们把它往上面提上来。提上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里啊，两个黑色的两个紫色的凸，对，两个红色的洞，把它给扣上去。好的，把它给扣上了啊。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翅膀的话呢，它的这个部分啊，等于是这里的话呢，虚空军团这里是还有一片翅膀的，就是这一片，那已经这一片翅膀移到这里了。所以呢，这个翅呃手呃这个什么这个肩部的不背包的话呢，就可以缩得再更小一点点，也算是它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了。两脚这个地方分开。顺势的把腿给往外面拿出来就行了，拿出来之后的话呢，将这个脚翻到一个平常的一个踩的一个角度，然后两腿的这个地方造型是不一样的啊，这一侧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卡扣，把它给翻下来，然后呢转到正前方，啊，这个时候裙甲呢可以稍微的掰开，因为说裙甲的话呢是会陷进去的啊，把它稍微推开一下，然后的话呢，我们把这块部件先把它给提平，再推到后面。然后再盖下去啊，这个地方是没有的锁紧的，没有的锁紧，它只是往后面放下去啊。但是铁工厂的玩具的话呢，哎，这个扣的太用力了一点。铁工厂的玩具的话呢，就是这个关节的紧实度，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就不用特别纠结说它没有卡扣了。从这个地方到这边，把它给推到后面去，
这个不小心被我给推出来了啊。哎，好了，行了，把它给，哎，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这么不给面子呢？这样子推过去，哎，我操，差点要来个雅典娜的卧，雅典娜的惊叹了，对不对？我，那、啊、硬是把你扣进去了，算是一个小乌龙啊！这一段我就不想剪掉了，这太诡异了啊！竟然在一个地方可以卡这么多次啊！这一集节目这么简单啊，就可能会太枯燥，干脆制造一点 NG 好了啊！这也是节目效果，看来我也是用心良苦啊。我们来看到这一款最后先知的人形状态。那我呢已经把他的一个替换手的话呢，从拳头握紧换成了一个手持武器的手，还有一个是手掌张开一个爪形的一个姿态。然后呢他的一个整体的配色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应该是有一点消光的感觉啦，看上去呢我觉得还算舒服，然后摸起来倒脚的处理也算是比较中上的水准。那整个关节的松紧度的话，给各位看一下，这个绝对都是偏紧，但是没有到非常的紧哦，算是比较恰到好处的。那么它的一个让我比较觉得小失望还是它的一个头雕吧啊，你不觉得这个胡子跟白胡子这个什么有的没有，我感觉是稍微有点搞笑啊。眼珠呢是一个金属的一个蓝色，但是在胡子这么抢戏的情况下好像也显得就没有那么样的一个出色了。然后武器的话呢是一把权杖，中间这个部分呢都是涂装的，并没有做任何的分件。然后它的一个翅膀的话呢有比较小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翅膀这块部件啊是在虚空军团的话呢是直接是一体合在后面的，也就是大概是这一块的位置，你就想到这一块的位置呢到了它的一个最后先知的话是跑到这里来了。那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这两者呢，虽然你看得出来他们是一个相同的模具吧，但是靠着这个头雕的不同还有这个角色设计背景相差很大，还有背包呈现出来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差别度，你可以看一下。从后面主要还是这个翅膀的一个改变的话呢，让这个人物的话呢两者的一个差异度呢就感觉变得更大啊。以载具的形态来说呢，我觉得虚空军团可能好上很多，但是以人形的状态来说呢，这一款最后的先知呢其实做的也是非常的不赖，特别像它的背包啊缩了这么小之后啊，这个王者的气势还是非常有的。但是配件的话呢可能还是虚空军团会稍微多一点，他的武器是搭载非常丰富的，而且你可以他有个替换的头雕什么的，你要多买量产的话呢也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最后的先知呢买一尊也就够了太师傅造型的变形金刚玩具呢算是比较少的，这一款可能纪念的一个意义的话呢会大上比较多。那今天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